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好，我们要开始十二门论德。啊，破什么品呢？破情品啊。这个破情品呢，可以跟啊中论的观六情品啊，可以相互对照。啊，我待会就秀出来给大家看。不过在开始讲之前呢，我是有一点小小的。小小的想法，这一套想法呢，供养给大家。那我们先抄一下版数。学习经论哦，多年以来的一些简略的经验，简略的经验啊，提供大家做参考。那么可以说，我这个简略的经验是从哪些经论来的呢？我跟大家说哈，大概有四五个经论啊。第一，我先写根据哈。第一啊，瑜伽师地论。我最早开始讲经的时候是讲妙净长老瑜伽师地论的代理的读书会。啊，第二个啊，四禅婆罗蜜，这关于修行这上面啊，就是说关于修行这些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禅密要法经》，啊，第四个，啊，《禅法要解》，好，第五个，啊，《大品般若》。好，现在先跟大家讲个开头。第六个，我才在从《菩提道次第广论》得到好处。尤其是广论的什么止观篇，这个止观篇啊，根据以前法尊法师他说，那时候他学止观篇的时候也只剩下不到五个人。
学习啊。他们跟随着西藏格鲁派的格西来学习啊。至于说藏传佛教它的由来衍生等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这边不多说明啊。那他们这些处处在在提到一些重要的观念，像瑜伽师地论是唯识，智禅波罗蜜呢乃是智者大师根据大智度论里面禅波罗蜜的地方加以弘扬解释，也算不得是天台啦。禅密要法经和禅法要解都是鸠摩罗什大师，前面是他翻译，后面是他做的，那么都阐述了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禅观、注意都是止观法门。到大品般若经也是止观法门，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是讲止观法门。好，他们都讲述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啊，做动机哈，动机哈，作意，这里的作意用这个词不太好。动机和发心啊，那我底下就不多做说明了哈。动机发心之后，你要成为一个具有自信啊的弟子哈，的佛弟子，应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日期哈，大智度论。具有自信的佛弟子之后呢，那这里面就包含皈依三宝了哈。好，再来呢，该做些什么事？如果你真的想学习佛法修行的话，调整动机啊，发心，具有自信的佛弟子，接下来呢，我的认为是，第一个先发露，发露最谦呢。然后呢，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的时候，这里就会我们讲到哈，净罪什么啊，集资啊，齐备资粮。再接下来，再来学习学习戒法哈，这里就要学习哈持戒喽。还有戒法的四科咯，开、遮、持、犯，还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啊，或是在家的居士们呢，就学习五戒五戒里面的开、遮、持、犯啊，戒法四科等等。出家法师呢，除了学习250条、348条的
啊，戒罚的开遮持犯呢，还有所谓的啊坐持方面的结魔法啊，这些都能够了之清净之后呢，再来。定学，定学呢？印度佛教的定学就是禅定了，分成世间禅定、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啊，这是佛法共于世间的啊。还有出世间禅定啊，挡住大家了哈。啊，例如说啊，通明禅之类的，通明禅或者说十六特胜。等等的，这个是出自于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哈、哦，都是黑色。好，到这边大家可以发现了一个重点哈、哦，调整动机发心很重要，还有戒，还有定。在这个金字塔的基础上面哈，来跟大家说明，像调整动机发心啊，忏悔啊，就是这一层。我就写一个字来代表就好，调整动机还有发心啊，还是把它写清楚好，调整动机啊。第二个这里呢是戒与定，调整动机发心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在成佛之道啊，应顺长老成佛之道，我们可以说在这一层是什么啊，亲近善知识的地方，或者是称为啊这个归敬三宝，还有呢啊，它有几章哈、啊、归敬三宝，然后呢听闻法义，然后五圣共法，他说是前面两个啊，啊归敬三宝，还有什么？那第二章是什么？五成佛之道第二章是什么？好，我大概是写他听闻佛法哈。再上去呢，有持戒和修习定这五圣共法，或者是三圣共法。在最上面呢，修观哈，然后大圣不共法的地方。所以这里这几个很重要。我刚刚听一位老菩萨说，他每天这样静坐，我很钦佩啊。现在能这样做，出家人都很难做得到。那
大家就会有疑惑，那为什么出家人会很难做到？因为都忙着度众生了，自己都没有度到。好，再接下来有定学，内心很稳定，持戒呢，使令啊，令心啊无悔哈、啊，就没有悔恨啊。定呢是啊，令心一处哈、啊，好。之后我们修观，这个定学是属于印度佛教的什么奢摩他哈，这个观呢是属于毗婆舍那里嘛，这里呢，请不要和天台的止观啊，奢摩他就是止哈、哦，请不要和天台中的止观混为一谈。天台中的止观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更上一层楼。那讲到这里会不会太难？会不会太复杂？修观呢，那就是啊。啊，诸位要思维修啊，静虑啊，然后要学习所谓的学习啊，这些大经大论啊，好。接下来其实依照这样的程度，这样的程序，你能够学戒啊，修定啊，修观，就小圣，就小圣最高果位，他也是修习五停心观四念处，他就证阿罗汉果了，他就证阿罗汉果。大圣呢，根据这个基础上，根据这个基础上啊，另修深一层的啊无我，无我观啊，无常啊，无我。好，这个以上来说，这个以上来说哈，大概对于诸位所学的啊，天台华严禅宗，这个就是基础。中国佛教建构在这个基础上，然后由这三个哈、哦、开展出来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哪八个呢？像律宗，专门在持戒上面注意自己的身口一言一行，然后条条都不违反啊，不违反戒和律，正法律啊，不违反。天台呢，在这个定学和观慧的基础上开展出三止三观，华严呢也是五教止观，知道吗？小始中顿远的五教止观。禅宗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出来什么公案、化头、末照，公案、化头、末照，
那么还有一种云门禅法，那个我不，那个操作程序我不太熟悉，不敢乱说，那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话头和默照是整个操作过程熟悉的。而密咒圣门真言中讲究的是三密相应啊，口诀啊，不讲错了，口诵咒语，手结印啊，心中呢心一静性专注于咒轮咒曼咒心的种子字或是怎么，这样有很大的功效。那禅宗呢，中国佛教的禅宗啊，说一下哈，以如来藏，以如来藏为体啊，般若啊，中观为用啊，直指心性，这个性呢是指如来藏性啊，不是空性，直指这个如来藏性，使你见到本心本性。然后在判教上面，它是大概是，如果你见性了或是开悟了，大概是见到位啊，见到位相当出国，小圣出国哈，大概都是从这边开展出来的。那这个我们来说简单的到此地啊，但是这个是太过简略。不过相就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大，或是菩提道次第略论那么多，瑜伽师地论呢50卷，我这个算是超级宇宙浓缩精华版。那诸位可以看你现在是在这哪些地方该要去加强注意，那你就可以一目了然。那么其实我得益最多的大概是这几部，四禅波罗蜜、禅密要法经、大智度论和禅法要解。那最后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我觉得原来这边有做总结，这里也有做总结哈。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大家学习的时候，这里你是不是具足真正的动机发心？具足真正的动机发心，还有很多的，不管是出家在家，这已经是最极救急简略的这个次序了。然而很多人修行呢不能得力，关键点就在这里啊，他这个都没做。业障不消除，戒律不清净，你就没有办法往上。就像这个基础，你没有这个戒和定的基础，上面就上不去，更不要提说只在这下面还有这个调整动机更进一步的，更下一层的，很
很多人就是停留在这里，像拜拜啊，或是造福啊，啊等等，很多他都是停留在这，他没有在网上。那诸位看看自己是在哪里呢？那我们在这边哦，在中国佛教就是很多的这种忏悔法门出现，但是大家就是去拜完忏的很高兴的就结束了，他有没有继续告诉你要再往下，那一般的法师就没有讲了，或是说在这里呢告诉你，哎，你要多造福啊，供养鲜花水果，建筑寺院啊，装金佛像啊，或是我们要这个买佛像啊，或是建筑佛像啊，或寺院啊等等，这些都是造福。但是造福的用意，它这个是在整个金字塔里面的哪一个部位？好，大家看，好，这些全部都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生活上的很多细节调整，有为了利于修道，佛陀告诉我们该用什么来调整戒学，该用戒学。那这个只有出家人才能办得到哈，在家居士，这个不好意思，他如果戒律能够清净五戒十善，他可以最多达到三果，然后这一生结束以后就升到五不还天。那么我们学习三论空性中观主要在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思维修，所以要学习佛法大经大论，唯识它是在哪个地方？它是在这里。还有呢，大家可以这样来归纳，还有哪些宗派是在 哪一个程度呢？那这是我提供给大家的，那非常简略，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用。像在持戒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根律一样，守护自己的六根啊。我们现在讲这个破勤品呢、观六勤品就是这个，我们的眼根啊，不是眼根，我们的器官，我们常常不守护，不善加守护，然后呢放纵着这六根啊去缘取外境而执着啊，像眼见色，耳闻声，鼻嗅什么香，对不对？舌尝这个什么味道等等，那这个就是属于戒律这上面啊，根律这种，懂了没有？那更不要提说啊，常常放纵在酒店啊、夜店啊、出入啊，然后呢，或者是看到漂亮的啊，不，庄严的女生，或是清凉穿着的，这个根律仪就不具足了哈，你不具足，你要回到这里忏悔。那
但是呢，一般人又不忏悔，他就一直往下掉了，动机发心也不具足，那无法修道。所以一般人你要跟他谈修行啊，学习经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是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问题之所在。大部分最多的都是什么？聚集动机发心大概这样。但是动机发心呢，它是不是具有智慧？没有。他所要的是什么？神通感应。例如说妈祖，知道吗？大家有没有去跟随妈祖出巡啊？班长有没有？有没有去随过？说白沙屯妈祖很灵，然后是，所以可以去专教咖，而他一定会庇佑你的。乱说的啊！诸位想一想，现在诸位的修行或是这个学习经论，是落在哪一个程度上？那么在这些程度上，像藏传佛法，它着重于观修这里，但是它修的就不是这个。毗婆舍那思维修，它是更进一层的啊，什么生缘二次第啊，本尊的观修啊，或是种种行为动作上面的修持，那又跟这个不太有关系了哈，就是要以这个为基础。好，诸位那可以看一看现在。大家是在哪一个地方？由这些基础上呢，开展出来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那么，如果你想修行，大概顺循的这个，大概是没有错。然后再由这个来分出来。像这个调整动机发心，在阿含经里面讲很多啊，比丘啊能够啊的动机发心正确啊，顺乎佛陀的正法和律，你就可以得阿罗汉果。大家看一看。那所以说，在我们要学习这些大经大论，主要是用来修持观法、思维修的。所以我们会说，有四大纲领哈。所谓的什么清净善事啊，清净善知识啊，然后这善知识的分别是什么、啊？这个就不再说明了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啊，在《菩提道师地广论略论》里面有啊，那或者是在天台的啊，这个《四禅婆罗蜜》里面也有啊。小止观里面也有说，对不对？小止观里面的二十五方便有尽善知识，有没有？然后再来听闻正法，听闻啊，听汉文啊，学习啊，如理作义。这个作意是思维啊，内心要起念思维
好，这三个为基础，再来法随法行。那就是跟随着佛的啊正法和律，法和律，然后来行持修行。好，这个一点小小的心得哈，跟大家分享。原本我这个是要在佛学院里面教学生说的，我觉得交给在家居士也没有关系哈。在家居士能够呢舍弃一切来这边听我这里讲，也很不容易，是吧？交给大家，大家可以依据着这个来看，你是在哪一个程度上面。那么我觉得这几部经论啊，多读会好，尤其这个《四禅波罗蜜》《大般若经》和《大智度论》啊，这三个。那之后你再随缘随力的呢啊，想学唯识，想学中观，你想学如来藏学，你想学天台华严，啊，随分随力。那我做的研究是属于天台宗的宋代的三家三外派的论证，他那个更深入，也有谈到修行，也有谈到经论教理上面的辨析，还有在天台宗的本宗所依据的主流思想，和虽然寄名于天台宗之下，但是他的思想偏离本宗的思想，这种辨析，这可能对诸位来说算是做研究了，也用不上，但是我个人以为都还是跟修行有关系的，修行有关系的。像是这个我跟诸位说一下，稍微说一下，宋代天台三家派主张观妄心，三外派主张观真心，这个由真心妄心，我们可以知道，在印度佛教三大系里面，真心观属于如来藏学的部分，妄心观呢，是属于哪一系？文和菩萨要讲吗？是属于啊般若中观系的。就我的看法是这样，虽然在智者大师他的思想里面有容纳了部分的如来藏学啊佛性论的部分，但是那个痕迹不明显，多半的还是般若中观系统。这我们在读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的时候啊，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好，这个是义理的辨析，就先说到这。好，这样可以吗？那既然可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百论上面来。观啊，不破破情品，破情品是在修观的。破除你对于六根执着六境的执着，这个执着破，
而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啊，诸位有在学瑜伽师地论，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密户根门，对不对？他讲的就是这个。知不知道密户根门？我现在是融贯的综合者来说明，就是啊，你的感官啊，要把它好好的保护，不要受到外境的染污。外境的什么染污啊？细一点的我们先不说，挡住。细一点的我们先不说，粗一点的是什么呢？财啊，色啊，名、食、睡这五个，很粗的五欲，是不是？我们现在面额最大的钞票台币是什么？1-2千块，对不对？它是什么色？红色的，对。那1000块的是什么？蓝色的，啊，蓝蓝绿绿的钞票，在你面前，如果堆积如山，你的心会不会动？那美金呢？都是一样的颜色，但是它的面额，哇，看到美金这样一箱一箱。这是最简单的财，对于金钱的执着啊，很多人他就是为什么学佛呢？学密宗呢？或是念咒呢？或是一直拜神？为什么？他就要多点钱。我常常跟这居士说，钱多点钱不是坏处，但是你要能会用，用得其所。有些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这个邮局存款簿呢，它的账面一直金钱的数目往上升，千律，这是我们对财的执着。那对于金钱的执着来自于哪里？六情啊，执着六根。这执着最难破，有的是感情的执着，我讨厌这个人，他就很计较，分别心强。这个师父我以前恭敬，现在呢，我跟他有一些师父讲我不好，我以后这个师父不慈悲，我以后不来护持，这是嗔心嗔烦恼。居士不认为，他说我这个是为你好，这是呢贪心，就一直起贪嗔痴，不关照自己内心，这都是由于六情没有善加守护而执着而来，这跟我们的破情品是有关系的啊。好，可以没有？来，那我们来看到，希望这个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很多居士都说，师父你要采纳我的意见，我这个是对你最好的，我这个可以帮助你弘法，帮助你建筑寺院，帮助你呢金钱啊财富啊不予匮乏。
其实这都是啊个人的执见啊投射到这上面，他认为这是最好的，认为对你这是最恰当，但是不是依循着佛陀的正法律在走啊，不是。但是他觉得这是对你来说或是如何呢，他觉得最好的。那我们在 这里要说哈，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哈。好，那我们接上，最适合的不一定是最好啊，而且在讲我们着重要给居士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要给在家居士是什么？我们建的巍峨高大的殿堂啊，庄严的庄严雄伟的殿堂，佛菩萨唱诵非常的这个嘹亮啊，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梵拜，是这个吗？我们要留给在家居士的是什么？应该是正法和律吧，是不是？那这样才会对你有所修行啊，啊有所增益啊。这边还没打开，它还是闪蓝光。要按一下，我们的破六勤品是讲到问答第几个啊？六十是不是？啊？哦，不不不不，对，87还是90啊？97哈。所以诸位很认真的在这里听闻佛法和法义哈，184。今天应该可以把破勤品讲完，97啊。但是我们学习经论的重点还是在要能修啊，修行啊。那不论你是什么修行也好，你喜欢持名念佛也很好啊，你喜欢修习止观也不错，你想要参话头，我赞叹。在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务须照着这个正法与律来走啊，来施行。那我为什么会抉择选择天台宗？为什么？天台宗啊，我哇，在这个快要4点，我讲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天台宗是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它接纳了印度佛教的好处，又开展了中国佛教 和中国传统思想融合之后而开展出来，像三止三观不脱于色摩他和毗婆舍那，却又比他更进一步。
天台宗也有独特的戒学思想，然后天台宗也有他独特的观修法门，还有教理的诠释，而且他教官并重，有教有官，还有在天台整个教典里面对于僧团的建构非常之完整，教院清规有，所以在在处处我认为抉择天台学习是对这个时代有所裨益和注意的，而且它也有循序渐进的到此地。再说如果你想学习秘法，天台也有天台秘法。好，这是我这边说明了。现在4:05，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了，5分钟后马上再来。在还没开始之前，现在还没开始录哈，我说一些话。我们现在大概流传中的佛教，大概分这三大系的佛教哈。第一个，北传的，以中国为首的汉传佛教。第二，传到西藏去自成一格的，由印度传到西藏去西藏佛教。第三，经由海路传到中南半岛上去的，或是陆路传到中南半岛上去的，我们称之为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只有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最符合世尊那时候的正法律。这我不认同。更有一种说法说西藏佛教是印度后期的大圣如来藏学呢，如来藏学派柔和印度婆罗门教的外道，之后传到西藏外道的密咒圣门，之后传到西藏与当地西藏的本土宗教相结合的混血儿西藏佛教。我跟诸位说讲这个话的人的诋毁圣教，很多西藏佛教修行成功的圣者跟中国佛教南传佛教他们鼎足三力我们说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教？来来来，进来了，进来了。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教？一杯水倒入不同形态的杯子里面，呈现的是不同的形态。好，班长先开开了。我们说什么样子？呈现不同地域地区的佛教，好有一比这个水倒入不同的形态的杯子里面，它就呈现不同形态杯子，但是本质仍然是水。西藏佛教它里面有佛法的本质，它里面讲的也是要解脱空性，苦空无常无我，讲缘起，这就跟外道不同。
以此据此而修行的西藏的众生们，很多都成了圣者。他所证悟的、所断的烦恼，和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这些圣者、阿罗汉圣者一般无二。你不能一个大笔挥下去，就说他是属于啊印度佛教后期的如来藏思想，又跟印度婆罗门外道的啊密咒圣门相结合的末流产物，这叫诋毁圣教。那我们怎么样来平心静气看这三大系传承的佛教呢？那你这个心量就要打开。这个少林寺中有扫地僧啊，这个武功冠于少林全寺。在南传佛教啊，那中南半岛，尤其在缅甸或泰国，不要小看路边在行走的僧人啊，说不定都是出国圣人。我有遭遇过，非常的殊胜难得。汉传佛教呢，也许你旁边的啊，这你觉得不怎么样的师父，他也许内密菩萨行，很认真修行啊。我对每个人呢、啊、都不能轻视，对每个人都谦卑，你就会得到佛教的受用、佛法的受用和好处了。啊，我是看法是这样，这跟我们观六情品有没有关系？或者是破情品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的执着就来自于呢，我们内心的我执。我们呢，为什么有我执呢？最初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没有详加守护，而对于六境外境的执着。所以看到第97啊，第97个问答，今天大概有1、2、3，有4、5位没来。97，眼相见故，见眼相见故，见是眼相，于缘中有力能取，性自而故。好，我们先说白话解释。他说：“眼以见为相，于众缘中有力，而能取相，其性本来如此。”内曰：“啊，就提婆论是说，若眼见相，自见眼；若眼见相，如火热相，自热能令他热。如是，眼若见相，应自见眼；然不见，是故眼非见相。”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诸位有啊李润生教授的本子，或者是呢吴汝钧教授的本子，我们直接看他白话。眼相见故是什么意思？眼睛所能呈现的形象是什么？眼睛的功用是什么？能见，能够见到物体，然后物体呈现它形象，这是眼根的功能，所以称为眼相。以能见，既然有能见的主体，就要有所见的课程，对不对？
眼相啊，见故啊，见是眼相。什么是见是眼相？当你能够看见东西，能呈现这个物体，那就是眼根。眼根的什么？眼的能力。那这里的眼相呢？他这里是这样说啊，眼根自己的呈现，自相的自然呈现。什么是自相呢？自体的形象。这所谓的自相是眼根能够缘取到色尘，而使你的眼根发挥作用而产生物体的形象，这一整个称为眼根的自相，视为眼相。哦，所以眼相见故，见是眼相，那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哈。于缘中有力能取，性自耳。好，性自耳，所以是这整个是眼根的自相。于缘中有力能取，那给诸位解释，什么叫做缘中有力能取呢？缘，各种条件，在各种条件合会的时候，他眼根就能发挥利用，利用就是什么作用，能够缘取到色境色尘，而产生眼相，性自而故。其性本来如此，有其自性。好，外道这样说，提婆论时就破。怎么破呢？哦，他说照你这样说的话，若眼见相，可否自见眼呢？看见眼根呢？可不可以看见自己的眼根呢？的自见眼，如你所说，眼睛去眼根去缘取外境，而见到物体的形象，所以这是眼见相。他可不可以自己看见自己的眼睛？你说，哎，可以，我拿个镜子，我就可以看到镜子中我自己的眼睛，对不对？对不对？错，因为你看到的是镜子中的眼睛，不是你自己的。那怎么样才算是自己看到自己的眼睛？把眼球拉出来了，可不可以看到？他说可不可以自见眼？如果这个是自性自耳故，那它就是呢，你的眼根啊跟色尘是分离的，各自有自性，那么眼睛可以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自己的眼根可不可以看到？就不行啊。他说在底下，若眼见相，这眼见相就是自己看见自己啊，眼睛自己看见自己的眼睛啊，啊，就像我如说右眼，可不可以看见自己的右眼？把这个左眼遮起来啊，右眼可不可以看见自己的右眼？看不见。他说。底下他就破斥，如果你若眼见相如火热相，眼见相等于火热相，自热能令他热，一定要自己啊
有了温度才能使别人有温度嘛，自己没有温度怎么能使别人有温度呢？那么用这个例子来说，你自己的眼睛看见物体，那如果自己的眼睛还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睛，那你的说法呢？性质而故，眼相见故，上面的这个中啊提出的论点就错了啊。然不见，是故眼非见相。所以你的眼睛能不能见到物体，然后整个成为这样成为见相，不是像你这样说的，不是眼不能见相，是说不是像外道那样说的了。眼睛能见到物体而呈现的这个见相，它不是每一项都个别独立存在，它是整个众缘和合的啊。是这样来看，可不可以？第97，公解最大97可以吗？哎，这里这一品有几到第几个问答？这一品今天可以结束啊！大家去看98。我看他总共解98、99、100、101、102，应该 OK。98啊，一模一样。他只是将眼睛换成手指啊。其实道理呢，理路一般无二。我们看，那外道认为，哎，你把我眼根破刺，眼睛的眼这见相破刺，那现在换手指啊，如指。眼虽见相，不见自眼。他现在就在跑了，就像指头端不能自己触到自己的指头，指头啊，不是指啊，不是指头哈、啊，指端不能自触，手指头的这个最前面，可不可以触到自己的指头？触不到啊，是不是？第一指节，食指的第一指节可不可以触到自己的第一指节？这指头第一指节要断掉，凹过来，不能自触。他说：“如是，眼虽见相，不能自见。”好，外道说。我们看释文，眼根虽有力而能见相，但不能自见，恰如指手指头不能自触。同理，眼根虽然能见外相，但不能自见。那这样子就说明外道是不是赞成提婆论师的说法了？那提婆论师应该高兴啊，他又加以否定。他说：“你对于触啊的见解和定义都错了。”他说：“不然，触是手指头的用，用是什么？能力啊，用处啊。现你根本就是指错，一个是。”能够作用，一个是它的相，你连这两个都搞不清楚。好，这是第一个论主破斥的。所以说，触是指业，非指相。汝言见是眼相。何不自见眼？
所以你用这个指头的比喻是错的，你用的指头比喻是错的。指头的比喻，指头触到自己的 指头，这个是作用方面，而不是指它的像形象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形象和作用？来来来，我的眼睛看到这个书桌，而形成了眼睛看到书桌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形之于画面或是你照相照起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形象？就好像好有一笔，风吹这个云，云呢飘散来去，然后你拿照片照起来，哦，你看到这个天上啊，白云苍苍啊，然后呢飘散不定来去，对不对？但是今天你指头讲的这个是触，是作用啊，指头触物体，作用跟形象两个不同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做比喻？你的比喻错了，所以你的什么主张也错了。懂了吗？这是第98。第99，外道说，光意去故见色，眼光即意去故，道彼能取色啊。内曰：若意去到色，此无觉；意若到色者，意则在彼；意若在彼，生则无意，犹如死人。然一时不去，远近一时取故，虽念过去未来，念不在过去未来，念时不去故。啊，大家看到这个去啊，有没有一些感觉呢？中论的观去来品呢、啊？好，我们现在先一个一个解释。外曰：光意去故见色，眼光即意去故，道彼能取色。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眼睛怎么能够见到色尘呢？哦，他说要必须有光和意，光和眼光及意去故。去是什么意思？去接触缘取到事物，这样就能够啊缘取到色尘，你眼睛就看得见。好，这样好像没错吧？意是什么意思啊？眼光即意，意这里应该讲的是属于什么？它这里是直接解释成叫意念啊。这意念跟意根有没有什么区别啊？看我们神经系统有什么区别差别没有？我觉得这里应该把它讲成啊，它有这什么神经系统里头的传导的电流啊，这个算是意念，能够。好，眼睛还有光和意就是你的心念，去缘取到色尘，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看见色，人生正见色。
但是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近处的你可以这样做，远处的你见得到吗？它有远近之分呢、啊。哦，那除非说你有天眼通，啊，有神通。但是为什么会有神通？那是由禅定而发，它能够随时有天眼通吗？那就阿罗汉来说，他要入定以后啊有通，在没有入定的时候，他有会不会有通？除非你专修天眼的，像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是随处可天眼通，但是他能不能？他能不能见？就他能不能眼睛看到物体？他不能，他肉眼坏了，知道没有？天眼通其实是一种，我觉得禅定之后开发的不思议的能力啊。不只能看远近，而且看因果、看缘由，或是天眼通。它有一点跟漏不是啊，宿命通相接触啊。好，底下内曰，上面呢光意去故见色，眼光即意去故道彼能取色，讲过了。内曰，若意去道色，此无觉。先解释哦，底下的释文他是说，假如意念假如去到外色处，则意念在彼处；若在彼处，则此身无意念，有死人一般啊，犹如死人。这个解释不佳。我们来看，意是指你的意念，指你的心念啊。如果他现在哈，我们说他为什么能够眼睛看到色尘？他说是有眼根、有光，还有意念，这三个都缘取到色尘，然后能看得见。所以你的意念也要去缘取到色尘，要去缘取到色尘。好，他说如果意念去缘取到色尘，是不是？那这时候这个意念到底是在心、在身体内还是身体外？如果在身体外，那就是心意跑出去身体外头啦，然后到达色尘这里，要缘取到再回来。那你去缘取的时候，那这心里面没有意念，那这个心这不是心里面，身体没有意念，那就是这个身体没有意念，人就死掉，就是死人了。那这样子的身体还能够装载眼根，然后缘取色尘吗？这是矛盾的。他用这样来说明，知道没有？知道没有？身体就死了。好，现在意，你的心意，你的心啊，真实的来说，没有去到色尘那里呀、啊。啊，所以然意念其实不去到色尘呢、啊，那这个应该多加几个字会好一点。其实并不去到色尘那里，远近一时取的意思是说啊，不论色尘的远和近，我们的意念都可以达到。
不论在过去，不论在未来，不论在现在，我意念虽然可以到达过去未来，然后呢，但是你的意念呢，是不是有去到过去或未来呢？没有啊，没有啊，所以说念时不去故啊，这个意思哈，懂不懂？好了，诸位诸位，来来来，合上书哈，闭上眼睛。现在你心里头想小时候的种种啊，就想快乐的哈，不要想悲伤的，不要想被爸爸打、被妈妈揍。啊，不想上学，不想写功课，这个不要想，就写快乐的，不想快乐的，心里想过去快乐的，但是你能够整个心身身心回到过去吗？回不过去。心里想再来，心里想现在快乐的，现在的快乐也一下变过去。我们想未来好了，未来我想要做什么呢？例如说啊，诸位年纪大的，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学习佛法修行啊，然后未来呢能够亲见弥陀。我说年纪大的，有净土信仰。那么像我个人呢啊，希望能够建筑寺院啊，护法安生，培育生财。那我就能啊，双眼明目。那诸位呢，也想啊，希望啊，家宅平安呐，或是事业发达，这是未来。但是你的心、你的身体、眼睛能够到达未来吗？未来的一切全部都是暗明的，因缘一直在转变。因缘一转变，未来跟着转变，这是不定的，不定的，你怎么能去到未来呢？好，这去不到，所以说咱一时不去故啊，是这个意思。好，100个问答，意在身，意虽在身而能远之。现在他说了，什么叫做意在身？来跟诸位解释一下。现在外道他修改哦，这个心意不能去到色尘那里，所以心意的这个意啊是在身体里面，所以我这个意在身体里面可以啊远知。远知是什么？知道远处啊，认识远方的事物啊。提婆论是说，如你所说的这样是错误、不对的、不合。他说：“若意在身，则色在彼；色在彼故，则无合合。若无合合，不能取色。”好，这个意思是说呢，如果意在身体中，而事物在身体之外，在彼方，意在此方，对不对？那你必须呢，意根和这个色尘能够缘取到。如果不能缘取，你就不能知道这个色尘的形象。色尘的形象，我们怎么样会形成形象？色尘的形象，我们的眼睛去缘取到什么？眼根去缘取到色尘，
原曲到射程以后呢，对它大小多少长短做出判断，而有演示，对不对？演示之后呢，透过见分相分的作用，而在你心中出现一个形象，桌子的形象的出现，然后我们称之为这个是桌子，然后才开始对它做价值判断，就是喜好了。这个以前学康德的时候啊，第一批判他就是这样讲。那我想，跟维士一样嘛，维士讲的还比他好。但这个话我不能在指导教授面前说，那就毕不了业了。他是这样，所以意念在身上能知道也，他说不对。那你这个都是要能够运作的啊，所以这个意不在身啊，意不在心啊，那在哪里呢？啊，这一切都是原生的啊。那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既然一切都原生，我们只要记得一句话就可以啊。缘起的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所以是空性，是不是这样？一切就能贯穿整个三论，是不是？但是一个是总啊，一个是别啊，你只说总，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总相第一义谛的内涵呢？透过别相而知总相。就好像一个出家僧伽啊，比丘啊，你必须认识他是整个全面的，而不是说，哎呀，我越亲近他，越看到他的短处，然后呢，只凡夫就是执着，只看短处。啊，这个师傅哎，这个很差了，这个我再去跑去亲近其他师傅。但是这个师傅在用功修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认真学习经论思维的时候，为什么不看？他能够出家持戒，这一点自己做不到，为什么不看？这就是贪欲啊，嗔恚，就是这。起烦恼的执着啊，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这样，甚至还说：“哎，师父，你这样做不对呀，你要听我的，这样才对。”其实就是你将自己的我执投射在别人身上，要求别人来跟你啊，认同你，其实是自己的我执啊，很多信徒都是这样。计较，不去反省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去看自己的内心烦恼，而都是去观察别人，这样你又怎么会修道成功呢？这样怎么又会修行，会有感应道交呢？那在百论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虽然他只有说意在身，意虽在身而能远之，若而不合。他虽然这样短短几句，但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解释，他让他变成活生生的可以修行啊。好，第一百个回答再说一次，若是如此则无法合合。为什么呢？假如意念在自己身上而设法在彼处，若无合合怎么会有形象呢？
你要有形象，必须要取舍。你说意念在身上，设法在彼处，那是个别独立啊，那就无法取，没有这个见相啊，怎么会形成有这个形象呢？所以你讲的意在身而能远之是错的。好，再来第101。101他说的是，请看外道说，不然意光色何故眼见眼意在身和合，以意力故令眼光与色合，如是见色，是故不思和合。好，白话的解释是这样，这个基金会的本质的白话解释可供参考，但是讲的不精确了，讲的不精确。那这边比较精确的是，像李润生教授的本质和吴汝钧教授的本质啊，外人认为，外道说，注意啊，啊不对，哪里不对呢？他就要反驳第100个问答，你的回答哈，啊，你说没有和合而不能了取色境，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心意、眼光、色境三个和合，所以应该啊。你的眼睛的看见的这个见的能力，还有和这个眼根啊，还有心意啊，在这个身中可以和合啊，以意力故，由这个眼根看这个什么见两个和合，透过心意这个意识产生作用啊，力就是作用啊，产生作用，所以呢能见色，所以我讲的和合意是对的，并没有呢失去他这个失去我的本意啊。我再说一次哈，外人啊，外道反驳，你说无和合因而不能了取色境，这个话是不对的。我就把吴汝钧不讲是李润生教授念啊，因为心意、眼光、色境三者和合啊，心意是自己的意根啊，还有眼光，这眼光就是外在的光明而让眼睛能辨识啊，还有色是色尘啊，三者和合，这三者和合之后呢，眼睛的眼根就能有见，有见之后，这个意又跟眼跟见合合，在身体里面合合，然后以这个意根之能力，哦，这讲过，令眼光与色合合，这样就能见到色尘了。所以说和合意是正确的。好，
这个提婆论师反驳：若何何故见身？什么意思？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啊，一根之力、一根之能力和光线啊，眼睛所能见的光线和色尘三个和合。他说无见者，他说呢，那这个是和合之意，那么见者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看见物体的主体是什么，有吗？如果是和合故，就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没有什么见者啊，没有这个什么见识啊，啊，知不知道这个《观去来品》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去者、去实、去法”，还有“去”，通通没有。可不可以这样跟这里跟那里连接上？可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可以。谁打的？班长打的。哎，这个你要有所连接哈。去者，我们在观去来品，无去者，无去法，无去时，连去这个事情都没有，一切都是缘起和合。如果有的话，有去者、去法、去时和去呢，那就是有自信，都个别独立存在。所以他说和合故，你能看见，能产生，所以无见者。没有见者的这个主体，既然有见者，就要有什么？有能见就要有所见，那有能所之别，那就是什么？相对相待独立，个别独立，个别独立的话，那就错了啊！所以汝为何何故见色？若言但眼见色，只有眼睛见色，但意取色，事事不然。到底是眼见色呢，还是意取色？你又说眼能见色，但是呢，真正产生形象的是意能取色。那这到底你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有，到底能所见的主体的能见是什么？你都讲不明白啊！啊，这是外道的什么漏洞？可不可以？我这边写一下。有相对相待，那他就是会怎么样？个别有自信啊。既然个别有自信，
就你又说它是和和的众缘和和才能见，这不是矛盾？矛盾。这样可以哈，是101个对答。好，那我们再看102。那么在百论啊，十二门论和中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是叫你修空性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修持缘起，观察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既然因缘和合的，它就没有它的固定的存在的事物和形象，这个叫做无常，没有常态，没有常相，由这个来理解，像飞花落叶像枫叶会红，人会老病死，这都是没有常态的，没有常相，那是叫无常。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这个理，但是为什么亲人往生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感到悲痛？为什么会不舍？我们所爱的人远离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心痛如刀割？钱被倒的时候，股票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痛，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还有我执啊，因我执而产生烦恼，乃至于修行人，他也会有他的执着，因执着而头脑就僵硬了，还是就不融通。有的人执着，只有戒律可以解脱，那是错的。有的人执着，我就是爱打坐，我不想呢，我不想出坡作物度众生，哎，那个太麻烦，自己都渡不了。其实有时候从做中学啊，一边渡众生的时候，一边来发现自己的问题要改进。但是我觉得要有基础才可以啊，然后再这样一步一步消去我执，一步一步。不是一下子就能去，你一步一步慢慢来，这个在中国佛教这个叫做渐修，知道吗？什么叫顿悟？顿悟很痛啊，我跟你说一说，哎，禅宗祖师最爱用这个方法，讲一句话快如利剑，对你的烦恼根源一下手，哇，那时候你有根性的人，他可以一下反照自心，一根顿断，他当下开悟。但是那是一对一，
多半的人碰到直指你心性上的烦恼的，都是另外另更大一个烦恼起来，反对你的所说，说是你师父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这是众生的习性，所以禅宗祖师为什么只接引啊上上根性？他就观察众生，觉得你这个是到什么程度，你这个是到哪里，修行到什么地方哦？他不随便用，你不要被禅师语录给骗了啊！有没有去读禅师语录？都是一对一的啊，没有一对多的啊。你说留下那么多禅师语录，全部都是一对一的对话，当时的情境下都是善根成熟到一个阶段可以这样子点，了解了没有？好，这了解了，我们再看最后102。外曰：受何何故？取色成汝受何何，则有何何；若有何何，应有取色。内曰：意非见，眼非知，色非见之，云何见？意，意眼故；意非见相，非见相故，眼不能见相。四大照故，非知相；非知相故，不能知色；亦非见相，亦非知相。如是虽复合合，云何取色？耳鼻舌身亦如是破。OK， 白话解释，现在讲受。这个受啊，吴汝钧教授这边解释说，接受和合啊，接受和合则色就应该成就。他们都是写说接受和合，是应该讲受吗？好吧，这样来说好了，这个受啊，你先不要想到五蕴里面的受蕴啊。因为如果你想到受蕴，那呢它就底下取色成，那语义不就连接不上？所以他这边讲接受，接受了，应该这么说，应该说是承受以上，承以上的这些论调了，这些言论我接受。接受了以上众缘和合的道理，所以呢，能够啊，缘取这个色尘，能够缘取色尘，眼睛就能见到。汝受和合呢，是说因为你啊，虽然这个一根之力啊，还有眼根所处之光线呢、啊，还有色尘三个和合，就能见色，就能见色。那你既然接受了眼根
的用处和毅力，眼光眼睛所碰触的光线和色成三个和合，那就有和合的存在，既然和合存在就能远取到色境，眼睛就能看见。这外道现在在驳斥论主上面的说法，有外道的问和那上面的答，然后论主回答，我不接受你这种毅力眼光色境和合便能了取色境的说法，不接受。为何不接受？他说，亦非见，他说亦根之能力啊，不是啊，以见到的形象来做判准的标准啊。眼非知，眼睛的光就是所能接触到的光，它又有光，然后眼根才能借着光而远取色尘嘛。啊，非并非以知为相。色尘色境也不是以见知啊，就是这见知的就是为相啊，有见相啊知相。那既然如此，怎么产生可产生有这个见相呢？色的作用产生，这里面要说明的是意根之能力和眼根不同，所以意根跟见相不一样，它不是见相，意根不能见到色境，非见相故不能见眼啊，非见相故不能见到色境，所以意根跟眼根不一样。意根能不能见到眼根？不可以，也不能见到色境。眼根所能够远取到的光，不，讲错了，所借着眼根借着光而能见到色境，这个以这个光线啊，都是四大所造。四大呢，地水火风。什么叫知相？知相是认知到，认知到这个形象，知觉到这个形象。四大所造就是缘起所造，缘起所现，这个知跟知觉的形象啊，他说非知相，应该是这样说哦。意根跟眼根不同，眼根、意根和见相也不一样，意根不能见眼，这些以上呢都是四大所造，缘起所和合，跟你那个眼根、意根、光缘取到物体而能产生物体的形象而知觉它，这完全不是两回，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啊！他说：“非知相故，因为非知相故，所以不能知色。也就是说，每一个啊，眼根、光、意根、色尘这些都是分开的。”
但是分开的它是不是没有关联性呢？它有关联性，它凑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原生原起，它就能见相，就能知相。如果不凑在一起，它就是一格一格散开的，不能知相，不能见相。但是你说它一个一个分开，它是不是个别独立的？而不是它有彼此有关系，是不是彼此不同啊？它是的确是有不同，功能上不同，但是是因为缘起的关系而有不同。既然是缘起的关系有所不同，那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能见到物体。他就能见到物体，但是见到物体这个见相和知相，跟你各个眼睛一根光色尘啊，只是两回事情。它是缘起之后而见相知相，所以这个是他能够得到，以这个这些和合以后能缘取到色尘而能见相知相，所以重点是在缘起。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也是这样啊，破除啊个别的存在和这个什么。自信破除一和一，好，可不可以了解第102个问答的说法呢？我们看这里的注语，佛法说众缘和合，其本意在于彰显无一法实有的寂灭性。若以为实有众缘和合，不免又百弊重生。重点是在于众缘和合，它是不是假以，它是不是实际存在的啊？不是哈，那实际存在就变成实有，实有就错了，它是假有，它是因缘有啊，因缘和合和因缘有，就是无常。那这个摩中山先生说，这个叫做诡谲的相即啊，它既是有，又是没有。这个没有又不代表它是虚无，它是空性。那这个对于学哲学来说很难理解。空能包含万物，空能生万法，但是空又能去除你的执着。所以中论说，若法众缘生，即是即灭性，是故生生死是恶俱即灭啊。这句话说的真好，他用这个偈颂来展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问答。所以一切法众缘和合是熟谛，这个熟谛呢，说明了诸法当体即空，自性即灭。因缘生故无性，无性故即灭，即灭故涅槃。正得这个即灭，那就得涅槃。我们修行都是以这个为准则。好，完整的给诸位介绍了百论的破什么破情品，下周介绍破成品，破成品。那么百论一共有几个品呢？接下来会越来越快。破因中有果，破因中有无果，破常破空。好，我们是不是还有一年多时间？一共4年嘛，那应该
到明年三月结束啊，后年三月，哦，那百论应该啊是到明后年哈，哦，那百那十二门论讲得完啊？下礼拜为什么休息？阿内尔，哎呀，全部放假，哦，我都不知道。下礼拜放假，所以应该如果我们后年的话，那十二门论讲得完，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把赵论讲完。赵论再讲完，还有余力，我们就来讲三论玄义。啊，我中论讲过两遍，对于我佛法和修行上的进步呢，难以言喻。我是觉得诸位可以好好的读读中论，哦，还有大智度论。读大智度论，我不禁感觉到，即使在陋室之内啊，一灯如豆，我也感觉到法喜充满。感觉到法喜充满，我觉得这样子一生出家就值得了。在那法喜充满的时候，就不会想到说，哎呀，那结婚婚姻之乐就不会想到这个了。所以这样出家是值得。好，今天就给诸位介绍到这。下周确定不上课哦。OK。那么有一个小小的非广告。那我们天台四教仪目前土城的课，不是土城的课啊，泸州的课暂时休息哦，人数不够，希望大家护持一下，来听就好。目前三藏教讲完，要准备讲通教，那大家可以来听，我四个人开课，目前只有两个人。哎，好，先说到这哈，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好，请合掌。下周不上课哦。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